你以为你躲起来就找不到你了吗？没有用的，你是那样拉轰的男人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就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，那样的鲜明，那样的出众。你那忧郁的眼神，唏嘘的虎大子，神乎其技的刀火，还有那杯朱埃玛提尼，都深深地迷住了我。不过虽然你是这样的出色，但是行有行规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护清昨晚的过夜会呀、啊。